日，你知晓了身世，知道我是谁，你会怎么看我？你还总不会为了一颗棋子毁掉整个棋局吧？为什么我们永远都是在道别？就算去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找到。终有一日，他会明白，要坐稳这江山，就只能是一个绝情绝义之人。为帝君者，从来就与情字无缘。有那么多的事发生，不变的是什么呀？那是千山万水的寂寞。和近在咫尺的缘。你一直都不明白只为要什么。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奉之为永生永世。